男雇主涉嫌在妻子協助下強姦菲佣，案件星期二在高等法院續審。辯方繼續盤問女事主 X， 說女被告曾經見到男被告喂 X 食嘢，令到 X 對男被告產生好感，曾經不友善地問 X like him like sir， X 當時笑而不答，但是 X 就在庭上否認有這樣的事。辯方又說 X 的書面供詞和庭上作供有出入，好似 X 话俾女被告摸胸，书面供词话发生喺女被告替男被告口交之前，庭上就话俾男被告强奸嘅时候发生，之后又话系口交之前。辩方质疑 X 虚构故事，事主承认讲法系有出入，但否认讲大话，反问点解佢哋要强奸我。